个时候我能住到今天的妙法呀，我累的就是一个能够住就是尽量住，尽量规则，但是根据具体情况，我做完四件中水，今天四件中气，我头脑还是很清楚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每一天一样，我这一班之后我也很有规律，累了就睡一夜，起来就尽量做事，但是也要有配合，有戒指，一二年级每一天跑八百，每一次上体育跑八百米，还规定时间，并不是说你也就注意身体锻炼嘛。从十七岁一直到现在啊，84年了，那时候在做早操，所以我得活到104，不能说没有关系，没有完美的文学，也没有完美的人生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换多了，发现问题多了。莎士比亚，我换到暴风雨，我觉得，尤其现在过了400年了，觉得不近人情的地方就多了，所以换了一半呢，我现在暂时停了，20世纪我不行，新的我不行，换到19世纪。Henry James， 慢慢由古代到现代，但是我不玩这些的，因为少少不懂，所以这一类留给年轻人去玩吧。